对，那为了帮助你想象呢，你先闭上眼睛，好不好？想跟他一起想象的，大家就一起闭眼睛，我可以一起来想象这个画面。好，你先想象你前面有一瓶水，你坐在沙发上，你发现了一副新的扑克牌。那一副新的扑克牌有几张牌？五十五张。你确定吗？不确定。哦，不是五十五，是五十四张哦，是五十二张数字牌加上两张扑克牌。对对对，还有再加一张。你加哪一张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你想象出来的扑克牌有五十五张，好，这是好事，这有助于我的魔术。好，那你现在将多余的一张牌跟那张鬼牌抽掉。52张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你把剩下的52张拿去洗牌，做一下动作。钱是你的。洗牌。第三个已经洗牌。好，我觉得洗的不够干净，你再洗一次。拿去厕所用水洗啊。好，洗完了吗？好，你在里面拿出2张牌，一张梅花二，一张黑桃二。你拿梅花二，我拿黑桃二。好，拿在你头上。那就是好，睁开眼睛啊。请问你跟我的老二谁比较大？哇！